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ix Honor 与大设计。不少公司都在研发无人机，打算拿它去送外卖。既然货都可以送到，那为什么不可以拿来载人呢？英国一无人机玩家就用54个无人机打造出一台可以载人的飞行器 The Swarm， 没想到还真的能将一个成年人带上空中。该玩家先用金属管焊接出一个整体轮廓，并在顶部安装了54台螺旋桨无人机，下面则是给驾驶员预留的座位。设计者还将这些螺旋桨分成了6个运动模式相同的组，每一组单独使用一个控制器，由地面上的人进行操控。据了解，飞行器 The Swarm 最大可以承受148公斤的重量，受限于电池，所以没办法飞太久，满电的情况下只能持续飞行10分钟左右。每次启动该飞行器，都感觉有成群的蜜蜂在头顶上嗡个不停，声音特别吵。在实验中， Swarm 想要升空也没有想象中那样轻松，颤颤巍巍摇摇晃晃了几个回合才勉强飞了起来。不过速度、高度以及方向都不能随心所欲的控制，更没有办法持续稳定的在空中停留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满足了制作人员的飞行梦了。也不知道未来满天飞的无人机会不会有空中交警来管理秩序，不过这空中红绿灯该怎样设置呢？视频元素来自 Gas Turbine 101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，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